20号上午是安乐传剧组的开机仪式，俊俊子在剧中扮演的寒夜太子束发赵行酷酷的，1米7多的热巴在俊俊身边娇小玲珑。好笑的是，俊俊讲话的时候又不小心带家属，被大家抓到了小尾巴。 安乐传开机，龚俊发言。非常开心，然后非常感谢优酷，也感谢他影视能给我这个机会。我之前也没出演过这种太子这种角色啊，非常的幸运，然后能够演到寒夜啊，然后又跟我们我熟悉的导演合作啊，我相信我们的剧本非常扎实，我觉得我们会是一部非常。 非常好的爆款啊！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，加油！